你以为的漂浮早餐，没想到他会不会来抢我们的食物？你以为的漂浮早餐，没想到他会不会来抢我们的食物？奥运吗？反正老板要打烊了，十倍是不是？今天十倍溢满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。What the fuck？ 啊！那告诉我这边几颗了？这边起码300颗，好不好？现在十倍是不是？今天十倍溢满了，奥运了哈？奥运吗？反正老板要打烊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我跟你讲啊，990了。我们系统居然都要犯了What the fuck？ 好密集啊，好狠啊，好密集啊，刚还在丢快就已经有四只娃娃了，厉害吧？我刚刚吗？讲都讲不到你被你儿子羞辱了。耶！快进来！你有录到吗？好，你说好。再见妈妈。再见妈妈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